这是1996年张国荣和莫文蔚拍摄的一张亲密合影。其实张国荣和莫文蔚在年龄上也是相差很大，不过两人最终成了忘年之交，这主要是得力于莫文蔚的妈妈。莫文蔚的妈妈是当时电视台的高层，所以莫文蔚才有机会靠近张国荣，张国荣也一直感恩莫文蔚的妈妈。所以在1996年拍摄色情男女时，莫文蔚在影片中饰演张国荣的女朋友。